岛内，当时有133个村庄，3万多岛民无辜的牺牲，所以讲呢，济州岛啊也有很多沧桑的历史，现在的老年人回想当时哦，就讲，还不如死掉算了，差不多7年的时间，好多都是逃到汉拿山上面去，所以现在啊，和平，济州岛呢呼吁和平。去过的，成山日出峰在这里。成山日出峰啊，之后我们是在这里了，现在的位置，这边是 Orient House， 设地可知。等一下，这附近可以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岩石，很美啊。之后呢，我们会去成义民俗村，在这里了啊，成义民俗村哦。之后呢，在这里吃完午餐，我们会顺着这条公路走到这边绿茶园。紫云绿茶园在这边了啊，绿茶园 Ocean Road 绿茶园，我们会到这边。之后呢，我们会顺着这条线啊回去，有一个 3D 的女人最不愿意听的阿尊玛，对了，结了婚的男孩子叫阿爸，对，是对，三个字阿泽西。等一下，阿泽西男人也是最不爱听的啊。等一下，我们去民俗村学那边的方言。现在的诚意民俗村啊，大家要注意一点，到那边呢可以拍照，但是啊，诚意民俗村和别的民俗村不一样之处啊，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居住。等回首尔的话，我们还是一样有很多 shopping 景点啊，那么都很有卖东西的店员，都是女店员比较多啊。讲女孩子啊漂亮啊，知道啊。女孩子漂亮怎么讲？一波哦，都会啊，哎呦，不用我教。一波哟，一波哟，阿嘎西一波哟，这样讲就可以了啊。阿嘎西一波哟，我最爱听的话啊。我最愿意听的话。他讲有的人讲哎呦不好记啊，阿嘎西一包药，好记吧，很好记了啊，一包药啊，一包药，漂亮的意思啊，那么非常漂亮，哇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，要升一级了啊。好的，都学过啊。那有的客人就讲升一级啊，那么两包药啊。不是按数量升级的啊。是按质量升级啊。讲非常，韩国语是母鸡。母鸡啊，特别的意思啊，特别漂亮。那么母鸡一波哟。就讲它母鸡一波哟。一包药，我们济州岛呢方言特别多的地方啊，
老年人说话我们年轻人一点也听不懂。首先呢，我给大家教几句我们济州佬的方言。这里呢人叫巴里，不管男女老少，人就是巴里。没结婚的女人叫皮巴里。你们是学生吧？啊，没结婚，没结婚，没结婚。嗯，你们找一个是皮巴里啊。没结婚的男人叫桶巴里。有一位小桶巴里。剩下的先生们都结婚了吗？没结婚。先生是几十年前的桶巴里。是吗？那他是桶巴里，他也是学生。那结婚的女人呢叫冷巴里。阿祖玛，阿祖玛听过没有？阿祖玛，是阿祖玛，冷巴里啊。那结婚的男先生们怎么称呼？网巴里。网吧里，今天来的男先生们一到济州岛叫你们网吧里，网吧里不要误会啊。为什么叫网吧里？80年以前我们济州岛是一夫多妻制，80年以前我们这里的男人呢可以带几个夫人过日子，80年开始是一夫一妻。而我们这里呢重男轻女现象特别厉害，男人就是网，男人不干活都是我们女人出去干活，男人白天喝酒抽烟，一到晚上好几个性特别急，这个孩子不睡觉妈妈干不了活，一大堆活等着妈妈来干。所以妈妈哄孩子的时候呢不是这样哄孩子，这样哄孩子快点睡觉了，快点睡觉了，快点睡觉。这个孩子呢不到分钟睡觉了，但是他不是想睡觉，妈妈这样使劲晕了才睡着。好的祖先呢用民间疗法去病强身，很多的这个民间疗法流传下来，其中一个呢是五味子茶。马来西亚也有五味子，肯定有，药店里有卖的，中药材这个是啊，酸甜苦辣咸味五种味道叫五味子，干完以后呢当中药材，咳嗽炎蚊子血的中药材啊。我们这里生产的五味子呢不是红色手无色五味子，济州岛呢是火山爆发的地方，土壤里有很多矿物质含量，所以这边生产的五味子呢是铁分含量特别多，颜色呢偏黑色。还有这个五味子不是干的五味子，是新鲜的五味子。一到秋天，村长带村民们到汉德山国立公园摘五味子以后呢，一层蜂蜜，一层五味子，一层蜂蜜，一层五味子，这样装完以后呢，这样缝好，缝好。埋在地下发酵2年3年之后打开，打开之后呢兑水喝，跟饮料一样，茶一样。有什么好处？清肝明目，明目作用，还有解除疲劳。最好的是什么呢？睡觉的时候喝一杯微茶，睡觉看一下安神是最好。马来西亚客人随便喝什么茶？绿茶，白咖啡，咖啡也喝吗？有啊。